好棒啊！啊，好大块的，我的妈呀！快看，当当，这一层是芋泥。你要先插哪个？没有东西可以接着，你就要小心一点，淑女一点，插插就完事。啊！是拉丝不是？哇！到顶了，你往下一点。你吃行不行？你要去拿？你母亲吃你，你给我们发的，要打。迟来的祝你生日快乐 ，Good morning to you。你插到蛋糕没啊？你那一层都没有插到蛋糕。我是好严格啊，惊讶于你在国内居然没有吃过。我吐，暴食，我吐，爽不爽？又有芋头，又有肉松，又有蛋糕。吃过要这样。全部给。它这个玫瑰是只有上面这个是玫瑰。对，但是它是海盐装的。海盐奶盖。玫瑰海盐奶盖。玫瑰海盐奶盖怎么样？我更喜欢这个。这个就是很传统的蛋糕。嗯、然后里面带点麻薯。但太久没有吃蛋糕了。都是自己烤的，很难吃。是自己烤那个饼，一点都不好吃。是那个肉松小贝。我这一腿的肉松啊。你想你一个人拥有四成快乐，你要带回去给大家分享。上面有海苔，来吧，一起吃了，就买就好，买了两盒，买了两盒，打算这一整盒都给你拿走。我就好富裕，今天被包养。快，这是爽到嗨。蛋黄酱抠上脸。你吃过这家店吗？我吃过，我买过这家店，就是几样你最喜欢的东西靠。我人在家这两个月好苦、啊、不是在家这两个月，我的前半生好苦。是吗？你就看着我吗、对啊，我这个吃过了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子？我发现我一半时间不见你，你就会出现出这种。你是啊，你的嗨图我都没试过。我不用啊，我整天都有的吃了。早知道这是哪位家，我先不吃这个。哎，你不是说上街再吃一口吗？我们刚刚还没从店里出来，他就说上车了，他先吃一个。你是不是没有喝过喜茶？我喝过一次，在潭州，而且我没有用过喜茶垢，是真的。珠海都三家了，刮假胡子，很认真。拿这个裹着面包，然后煎一下。哎呀，丑了，算了，就这样扔上去。哎，不对称没了。哇，艺术品。我们家这个玫瑰完全干掉了，现在就变成了干花，然后它也不掉叶子，那我就放在这儿吧。现在已经28度了，夏天完全到来了。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往北的一个地方徒步，我们今天两天去徒步一下。我们到今天走 trail 的地方了，这个地方在 New Market， 然后前面有两个小桥，小桥和大桥。那有一只好小的松鼠啊，看到没有啊？超级小哎、欸！是啊，小松鼠。这小松鼠刚出，我靠，又来了！哇，这里还不错，有点夏天的感觉。哇，今天的太阳舒舒服服照在身上，又没有很
很晒，晒着不烫，但是晒着会变黑。发现了这只鸟还挺好看的，它两个翅膀那里是红色的，背了个双肩包，背了个背背夹。我们现在走完了全程，大概是6.6公里的样子，现在一头都是汗。你看，这不是巴西龟吗？超多汗。准备去搞吃的，我们最后决定来打包茶餐厅。我们的外卖小哥来了，我们又点了鲜芋仙，现在又来拿第二档。这也太爽了，我的天哪！星期六的放肆。我刚录完了我的厨房好物推荐和电器的视频啊、哦，现在好热，现在多伦多的夏天来了，只能在一楼待着，二楼非常的热，然后我现在脚底下都是我的锅。然后今天是星期天嘛，我已经想做蛋黄酥很久了，但是觉得有一点复杂。然后我上一周去买了咸鸭蛋，是那种熟的咸鸭蛋，就是它一包里面只有蛋黄，就很适合拿来做蛋黄酥。看一下，它长得就是这样的，它就是一个蛋黄。蛋黄酥我觉得超级麻烦的是因为它要擀那个面，然后要做水油皮和酥皮。对，反正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小红书上面别人的攻略，然后我做了点笔记，我笔记坐在这边了。我一开始看的超认真，看他什么用200克面粉30克糖，我都觉得哇哦超多，但是他那个其实是22个。他开始没有说他要做多少个蛋黄酥，他就直接说准备多少面粉什么什么的玩意儿，然后最后说要切成22份。我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多咸鸭蛋，所以我就只能做8个，我就把它的量都除了一下。现在做蛋黄酥之前，先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吃一颗蛋黄酥。这个蛋黄酥是大统华的，包装是这样子，它里面有4个，现在只剩下2个了。它一盒是10块，然后我一开始觉得有点贵，直到上个礼拜越南粉送了我一个，然后觉得很好吃，因为它中间有流心，吃一个，希望我可以做的跟它一样。我如果我跟它做的不一样，那是因为我买的蛋黄它不会流心，不是我的问题。然后我觉得蛋黄酥热10秒比较好吃，因为它那个流心会更流。我就加热了10秒，看它已经流心了。好热，好好吃！天哪，我要是做了它是它的1/10，我就满足了。OK， 我们第一步先是做水油皮，80克的面粉，10克的白糖，30克的清水。来吧，搅拌至没有干粉。有什么用啊？这都在我手上哎。再加入27克的食用油，那我不是一手的油，揉成中度软硬光滑面团。这好少啊，这能做8个吗？上去上去，给我上去。它只能这样了，它光滑不了了，它就是这样，像个化石一样。OK， 密封松弛30分钟，好久啊，30分钟。OK， 下一步是做酥油面。67克低筋面粉加30克食用油啊！我刚为什么要去洗我那个盘？它又要装一次油。我们家没有低筋面粉，我们家只有这一种 ，all purpose， 什么功能都可以。不对，克是没有概念。揉成面团，然后我需要100克的豆沙，这是我之前去超市买的，它一共是500克，那我超级够，我只需要100克。哇，好像是。然后我现在要把豆沙揉成长条，分成8份。我感觉自己在做微厨。3、4、5、7、8，呀，太恶心了。搓成圆形，我现在搓成圆形了。下一步是要把蛋黄包在这个里面。So hard， 这样。shit， 要失败了，包不了了。我弄完了，不忍直视。下一份，下一个，水油皮和油酥皮也弄成长条。就这个是最底下，然后放一坨这个，擀成牛舌状，然后再卷起来，再擀一次，然后再擀成薄片。哎呀，它粘了。放入馅料，哎呀，我的这个馅料太恶心了。虎口收拢，包紧，这
这包不紧啊，这边有点小，不应该是一个长的，它应该是一个圆的，把它包起来。什么叫虎口收紧？这样包起来，收紧。我包好了，前面的一个两个还可以，到后期就自暴自弃，真的好难这东西。最后一步就是要用一个鸡蛋撒上蛋液，抹上蛋液，然后撒一点黑芝麻。我家里没有黑芝麻，只有白芝麻，所以就搞一点这个吧。我现在烤箱已经预热好了，是355华氏度，180摄氏度，这样我要烤30分钟。Alexa, timer for 30 minutes. 30 minutes, starting now. 30分钟到了，我现在把它拿出来，烤出来它长这样，颜色有点淡，有点烫，那看起来是个圆的，感觉跟卖的差距还是挺大的，尤其是中间这一颗，我自暴自弃的这一颗。你试吃一个我做的这个吧，你站这边。拿不起来，看一下里面，是不是超难吃？是。那是什么？太干了，我。我感觉很失败，我都自己都没吃，我看一眼。太干了。蛋黄也很干。像蛋黄干正常，蛋黄肯定是干的。不是，我们买的那个蛋黄是流心的。我觉得好像我姥姥会买那种鲜肉月饼那个皮，拔也拔不起来。它粘住了，味道还是可以，主要是那个豆沙和蛋黄都不是我做的，它本来就是味道好，然后那个酥皮是我做的，酥皮是失败的。这种中式点心怎么这么难？我可以总结，我这一次蛋黄酥失败，又一次来做 baking 又失败了。我本来想要做一个 part time， 对，就是泰国那个炒粉，然后我发现我们一半以上的材料都没有，就是所有的灵魂材料我们都没有，比如说我们没有豆腐、豆芽，没有花生碎，然后调味料里面是什么？罗望子汁跟棕榈树糖都没有。然后呢，本来我不是想要做帕泰，我是想要做鸡胸肉意粉，然后没有意粉酱，然后我们现在有一大盆鸡胸肉，我们还泡了河粉，所以我今天晚上要做的是鸡肉炒粉。蘑菇，妈呀，这个曝光啊，呀，都给它整掉了呀。打算加点鱼露，为让它有一点东南亚的感觉哦。加葱，很多葱，还有一大饭盒的香菜。这个真的很好吃，我在学校总吃。最后加入青柠，9.99一份。我们这个不止，我们这个料超多。我不想再研究什么 baking， 我们专心做东南亚料理算了。看我今天介绍的炉子不粘，是不是真的不粘？超级不粘，哎 ，perfect。今天刚刚运动完，超级热。我们今天32度了。上一个礼拜的这个时候，我们还在开暖气。我们停了暖气大概就3-4天，现在今天就要开冷气了。一封家书。我把我的蛋黄酥装在外面卖蛋黄酥的那个盒里，有一种诈骗的感觉。柜开的话不需要我这样，是你这跟装柜子有什么区别？他们今天美国公司放 Memorial Day， 然后我们加拿大这边是上班，所以今天一天我都没有做饭，今天都不用我做饭。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中午吃什么很丰盛的东西，中午就是吃煮水饺。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烤的东西，今天要烤鱿鱼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还在这个超市的包装袋里。这边是蘑菇，这边是我们的佐料，然后还有牛扒，耶、yeah, ！罗志祥没开火哎，大哥，给他吧，让他用那个筷子，一会儿就拿了就隆了。放了油、蒜蓉还有盐，你放这吗？那个挡住了，它漏了就把它盖一下。
我们的牛扒好了，你翻一下侧面给我看。哎，不对哦，我这个板是放的生肉。你做饭，哎，我 survive 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别的。豆豆今天的工作是赶苍蝇，佛系赶苍蝇。鱿鱼好了，生蚝也好了。你没有放盐是吧？就是鲜香的那种味道，海的味道，我知道。嗯，我五味烤的蘑菇，蘑菇是不切的。